在我们的教育上，从来没有人去告诉年轻的一代种农重要。假如你还是那种旧式的养法，很多年轻人都不养。像我们这样子的科技呢，来去养殖呢，就比较适合现在的年轻人。12月29号星期五晚上9:30，财经十四行第五季最后一集，我们继续深谈国内粮食安全根基，防止农业发展断层。您也可以下载 TonTon App 收看节目。